足悲智慧，这是咱修学的方向啊。足，就是无言大足嘛。那悲呢，动体大悲，无言大足，甲我拢无言无故。你爱过去听受伊，爱过去爱伊，过爱用智慧，那要会当慈悲心情开阔的包容啦，就是爱有慧，慧才会当对众生平等啊。但是要安怎样去？对天下众生，会当将伊的苦难拨除，那就是需要智啊，因为慈悲对众生啊，就是动体大悲，人生我痛，人苦我悲啊，世间众生。有真多的悲，有真多的苦，有真多的困难，这么真多的悲欢离合等等啊，心的痛苦，天灾人祸啊，与生俱来等等呢，困难，那么。要安怎呢？这都要用智，用种种的方法，好好呢来牵引啊众生呢，开启心门。一位老和尚啊，伫咧起誓愿。请师傅来做，寺院的僧众也落去斗做。寺院起得要好啦，村厝顶遐爱砍嘛，都爱钉钉啊落去。师父啊，啊，去到迄个所在，看到迄个钉啊，一堆一堆，有长有短啊，伊就用脚给踢互伊散去，伊甲淋落去啊，就甲遐个地主讲，遮个钉啊，两寸、三寸、一寸的，拢爱阁甲伊分类分好好。地主呢，又怨唔敢讲啊，奇怪，啊，我安尼赶工赶到日头要落山啦，啊，无代志，甲遮个钉啊呢，甲淋淋落去，才阁叫阮一支一支来捡。去当阵，有个人心内有抱怨，确实呢，唔敢讲吼，底下丢毒啦。老和尚呢，看大家人无动作，回头转来呢，就问伊讲。即阵你若唔去，难道你要等干呢？往生的时阵，何你会当选时间去倒位吗？地主呢，恍然大悟啊！是哦，爱赶紧来去，两寸、一寸、三寸，赶紧甲分类，分开整齐。半暝啊，才隆重分好，
去甲伊的师父讲。老和尚呢就讲，要分唔分是恁的代志，甲我无关系啊。大家人的内心感觉讲，做甲遮忝，一句的赞叹都无，做遮的代志，讲是阮的代志啦。这老和尚呢，回到回来，就阁问伊讲：，啥人叫你来修行？你为什么要来修行？修行是我家己欢喜来。啊，你为什么都爱伫遮起寺院？因为呢，有一个修行安心的地方。啊，这个安心的道场起来啦。你为什么还搁伫遮？因为要修佛法，佛甲法也无害去，是安那都爱你修。对啊，佛甲法无害啊，是安那都爱我修呢？其中一个弟子就讲：明白啦，是爱修家己的心。爱修家己的心啦、啊，外面所伫咧做的顶顶呢，是予咱一个环境，予咱一个修行的环境之一吼。所以做无做，拢咱家己的代志；修无修，拢是咱的代志。所以呢，善恶看家己啦。不过咱伫咧修行呢，咱必定啦，爱按照轨道来，尽咱的心力，因缘来时都爱付出啦。亲像迄位老和尚啊，人迄顶啊一堆一堆寸步呢，是拢总分清楚，无代志去解用开线，才叫人搁再去分过去。分了后足辛苦啊！竟然分甲无分是你的代志，那亲像安尼用种种的方法，总是呢伫工作中啦，好地主去体悟，无法度等到咱人生最后的时候，咱有选择吼。那会当选择的时，咱都爱把握时间，好好选择，真呢，嘛是一种的教育啊，一种譬如言辞，种种的法来教育吼，啊，希望咱接受的人呐，咱会当心安性解，修行者呢，时时都爱心安呐，那。种种的代志，咱爱善解啊，咱的心才会宽，才会当包容一切。弟弟讲，宇宙的大觉者，觉悟了宇宙真理，那就是亲像心呢，爱拍开包容乾坤呐、啊，太虚，咱的心。太虚有偌大，咱的心爱阁比太虚阁较大，会当通包容天地万法吼，这都是咱修行的目标啦。所以咱爱相关这行，咱爱有福甲有慧，爱平修智慧慈悲爱平衡啊。所以咱呐会当。智慧慈悲平衡，咱就是开始起步，都爱行伫人间路，立人群中，知影法，了解了法啊，人生无常，苦难偏多，咱拢知啦。一来了呢，人我是非，诶烦恼，
咱拢知啦。所以咱立人群中呢，伫人我是非呢，咱的心有预防。啊，佛法是安尼讲，这是接来苦的源头。所以这个人我是非，唔通来动摇咱的心。坚固咱的心啊，还是立人群中，为人群呢去发敌苦难，无言大慈，动体大悲，慈悲平等观，安尼呢立人群中，自然呐、啊，咱的习气，迄、那个烦恼呢，伫人群中慢慢都会放下了。那遮个代志呢，遮个人呢，我拢该平等看待。任何一个人，咱都是动体大悲；任何一个人呢，咱都是无言大慈。安尼呢，才是真正菩萨道接近佛的境界。